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厨神 Jenna， 我是 Vicky。 是呢 Jenna， 今年元宵节冇得出去睇花灯，留在家好闷。不怕，今天就同大家整几款得意可爱的贺年元宵卡通汤圆，即刻睇有咩材料啦。大家可以在造型的时候用清水黏上比较小的粉团配件，这样在煮的时候汤圆就不怕散开了。完成了，大吉元宝花花汤圆都好得意啊。是啊，即刻试一下味道如何啦。三款卡通汤圆我最喜欢就是大吉，它不单止造型很可爱，而且汤圆口感还很够烟韧。而我最喜欢就是花花汤圆，今年就算未行到花市都可以望梅子学一下。四个步骤就令到这么得意可爱的卡通汤圆，今个元宵佳节不如一起跟家人朋友试下整啦。Yoohoo！